就我看到一号死在马桶上啊。对，那我说你是七号吗？我是四号，我是四号。哦，你是四号。对，我是四号。我觉得就是你啦，你讲的太详细了。我讲的太详细了。你讲的太详细了，我觉得有问题。不是，我们要从头到尾把自己发生的事情讲。你们会后悔的，你们真的会后悔。关麦嘛，关对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进行第二场。我要请雅思吃台湾和牛，乐轩超贵，我没办法。OK， 好，我现在先关那个游戏麦，不然它会影响到。其实我也不知道狼人长怎样如果让我当狼人就好了，我就可以骗一下。狼人到底长怎样啊？可是让我当狼人啊？他狼人好像随机，是不是？我又不是狼人啊，我有一个跑步键哦，左上角有一个跑步键，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可疑耶。我觉得狼人会不会特别嗨？哦哟，六号在修东西，七号也在修，这是真的修还是假的修？他是有任务哎，收集跟自助，这我四个人哎。来开始投票，按这边。说死掉的人应该是不能发言吧？如果 GG 的人，你知道是因为谁知道谁打谁啊？两只靠在一起，我躲在这边偷看。怎么全部人都在这边啊？根本不会有人修东西啊！这怎么修嘞？我只知道修霸掌啊！我现在就是一只企鹅。但这游戏音乐好像有点小声，是我调太小声吗？没有啊。我在修东西的时候，真的是要偷看有没有在偷抓人他这个东西好多哦，可以跳上去吗？哎呦，五号干嘛？五号干嘛？飞不上去。可以，我跳上去。狼人到底可以打多远？不知道。五号怪怪的哦，快跑！这只熊猫感觉来者不善。什么？喂。我在右上角的厕所发现了一号的尸体。右上角厕所。问一下，紧急会议是随时可以按吗？要到中间那个大厅才按？没有，就是你看到尸体你可以按，跟大厅可以直接按。哦，对，大厅的是随时都可以直接按。好，对，了解。但我必须说，我走上去的时候，看起来一号好像凉很久了，因为我路途上也。就是除了有中间有一大段时间是我们好像有一票人都聚集在一起，然后我就绕了一圈，想说就是边解任务边走过去，然后我就看到一号倒在马桶上了，就好像我也不太能保什么人啊，因为感觉场面十分混乱。所以你是七号是吗？就我看到一号死在马桶上啊。对，那我说你是七号吗？我是四号，我是四号。哦，你是四号。所以谁开麦谁讲话的时候看荧幕会有那个？因为是用 PC 的，所以看不到。所以我们现在，你现在静音就会比较好一点。哦，好，所以以后可以看谁讲话，就是麦会动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好，那所以你是四号，有人有你是四号吗？所以你是四号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是四号。我觉得就是你了，你讲的太详细了。我讲的太详细。你讲的太详细了，我觉得有问题。不是我们要从头到尾把自己。发生的事情讲，我觉得怪怪的。啊？什么？有人投票了？没有，我们大家跳过这一轮吧。我们需要再看看。我觉得四号啦，四号太直接了。要不要直接投四号？你们会后悔的，你们真的会后悔。他讲的好，我决定投了。这样子会是两个好人直接死掉，这样是六。真的假的？大家想清楚。好，没关系啊。他不开心的，他说没关系。为什么是他？我们就死了。所以你是好人，这样好人就死掉了。这样好人就死掉了。哦，没有，他讲的太不是，他讲的太专业了，他讲的太专业了，我的错。因为他讲的太专业，我想说会不会是狼人要误导人家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信好人的。他讲的太专业，七号真的在修那七号应该不是哦。这修东西有点久这乌龟好人啊，
他讲的太专业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会觉得，哎，是不是会不会是假的那种感觉？哎，这个没有，哎，知道怎么这个怎么玩啊？天平的横，这不知道怎么弄哎。天平的怎么用？丢过去吗？哦，放砝码。哦，这好简单哦，放砝码。哎呦，五号又出现了，快跑快跑，快跑快跑！你看好多人哦。我们误会了一个好人。哎，说到狼人有两只哎，所以狼人会假装他是好人在修东西，修复任务，修复要修什么？哦，惊叹号那边，看懂看懂。他左上角有一个跑步键啊，按住号他就会一直跑。修这个，我先假装修，其实没有要修。我修好一个，我修好一个。哎，没有人过来，你看不到画面，根本不知道谁是狼人啊！我们误会一个好人，怎么办？哎呦，哦，是猫，是猫二号哎，哎，是我不能讲。你呢？坏人把所有好人都就是，应该他们连续杀了两个好人，所以剩二对二。什么意思啊？杀了我最后是八号啊。杀完了哦，所以汤哥跟雅思是不是？对，哦，对，因为应该是他们两个各杀了一个人之后，然后剩下两个人二对二，就是我，然后狼人就赢了这样。哦，二对二赢了，二对二算赢哦。原来如此，哦哦，还好这场没丢和牛，换又一个和牛了，所以我们现在重来是不是？可以啊，你们还需要再一场吗？再一场哦，再一场哦，好，那就最后一场哦。好，好妙哦。好，可我觉得以后这大厅里面会很混乱，会一直在说送我东西。真的会。